看一下，再拍一下火鸟星云。因为火鸟星云用录影的方式，以前录过，但是都不漂亮。但今天月亮太亮，猎户做了金腰带，火鸟星云在这里。这是罚山了，最亮的那一刻了。拉近了，再拉近一点。好，开始变魔术。有没有？火鸟星云。哎，今天拍起来比以前漂亮。看得出是个鸟头吗？反而是看不出鸟头啊。其实这是真正的火鸟星云的样子。这样子的火鸟星云，今天的火鸟星云比较漂亮，比较红一点。我以前拍的火鸟星云没有这么漂亮过。好，收工了。看一下猎户星座。看你拍进多少，算多少。这样有他的腰带吗？我不确定呢。这样说明连腰带都没拍进来。